好，大家好，又到金哲老师的速读时间，一样订阅免费，从网址进入右下角有红色订阅键，按下去变色就完成订阅。那把行动小铃铛打开，就随时可以掌握第一手资料。那对老师很赞的，按个赞。除了按赞之外，要给嘛，跟亲朋好友分享。那在如果要留言，滑到最下面。如果还是有问题，可以加老师的 LINE， 老师的 LINE 的 ID 是0918568516哈。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哈。这边这三个不能放一，好，这一个这个不能放一，所以这一放这边 OK。 好，那我们把它怎么样，有新增一要不要拿用这个一，这个一，这个一，这个就是一 OK。 好，再来，好，这个一，这个一，这个一，这个就是一 OK。 好，再来这个一，这个一，好，这个两个没办法哈。OK， 那我们再来看哈，这个二过来，好，那这个二过来，好，那我们说的这边也不能放二，所以这个放二，好 ，OK， 这个这个，好好好，这一条这一条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相对哦，刚刚这样，那只要它相对是不是这个？这个来看一看，这是不是不能放九？这不能放九，这个就放九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再来怎么样？再把这个九杀过来，这个九杀过来，这个就九。好，那这个九过来，这个九过来，这个九过来，这两个哈，不知道哈。好，那我们把二杀过来，这个二杀过来，这个就二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哈，这个五杀过来，这个五杀过来，这个就五。好，那这个五杀过来呢？这个五杀过来，这个就是五。好，那这个三过来，这个三过来，这个三过来，这个就三。好，那我们刚刚说的，之前我们这个83的哦，我差点忘记了。二五这边三五哈，那个两个要对调，因为那个时候到最后面没哦昏头了哈，把它没有把它那个哈这个特质呢特别再说明一下哈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哈这边，好，那这边的我们看这边三过来，这个三过来，这个就三哈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。A1 是什么配 ？A1 是什么配？啊、哦，因为这个不能放到三，这个是三二配，这个应该是这个就放三了。好、哦，那这个不能放三，这个就放三哈、哦。OK。那我们再把这个呢，这个三杀下来，这个三杀过来，这个三杀过来，这个就三哈。哦，好，再把这个三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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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就怎么样 ？bingo 了 ，OK。那我们再来看什么？这边哈，这边这边啊，这边是不是不能放二？好 ，OK， 这边不能放二嘛？那呢？好，那这边呢？我们看一下。这个不能换二，我杀下来看看啊，这边二过来，这个二过来，啊，这个二过来，这个二过来，这个不错。好，那我们来看另外哈，这边不能放六，哈，这也不能放六，这个就放六哈 ，OK。啊，不好找的哦，这个都是一些比较，啊。好，那这个二过来，好，二过来，这个二过来，哈，这个二过来，这个是二的了，哈，这个二过来，这个不是二，好，再把它杀过去，这个二，这个啊，这个二，这个二，这个就二，好，再来怎么样？这个二，这个没有用哈，这个二，这个没有用啊 ，OK。那我们来看这边哈、哦，
这边的这边好 ，OK。